But racing thoughts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I see my future in black and white. All of my colors fading over time. Oh, shake me away.会跟他聊电话就通电话、嗯、你也知道通电话都要头手机被监听了、哎、你知道吗、哦、我也不知道被监听啊就有一天、哎、半夜有一天 我爸就叫我回家就回家的时候发现20个警察在我家里20个哎外面停3台警车哦、啊、那当然我就被带走了嘛那我爸已经傻眼了然后我看到那个男公关就嘻嘻哈哈坐在那好像事不关己一样哦他是、嗯、他没被靠、哎、他是最大条的人、嗯、他是主事者他就嘻哈坐在那哈哈哈哎就这样子哦他真的很讨厌就好像就是真的好像就是哎、欸、我被你害到来这里结果你是什么态度、嗯、就带他的女朋友哇原来男公关你还有马子的竟然跟着警察说我是谁那明天新闻是报的我比他还大、哦、那我就不爽了我说对啦他就是要头我跟你我只等他我交他消费我就给他消费的怎么样我现在只等他我让自己判7年啦去啦他确实啊隔天他的报纸出来确实我的头比他、就是、我的头比他大、哦、恭喜对啊但是至少我缓住一口气了嘛他既然要说我是谁让我这样被大家消费我不会让你好过直接让7年进去、哦、酒店的文化我可是略懂的因为我还做过呢你做过真的做过对不对我有做过一天那时候是这样才说一天哎，那时候我18岁听说做一天失声6次哦哇很忙哎，喉咙没声音一直没声音、哦、对对对还没画滚没有因为我说我18岁的时候一下去哇那个妈妈对我很好说你长得太漂亮了、哎、那天还有当天有客人直接走到我旁边来就说、哎、你这个小姐是整店最漂亮的我就要你对然后那天我就去了鬼屋了没有然后呢当天呢、啊、就叫我坐在那我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他说你不用喝酒当天不用喝酒然后呢、哎、我会叫客人那每天框你你框你的时候呢、啊、你也不用离开店内你就继续坐下一桌、哎、所以呢我那天翻桌翻了3桌然后我半滴酒都没有喝我就直接坐在那我就这样一坐在那、啊、这样坐在那、哦哦、那大哥大哥这样子我就这样、啊、喝我不会喝酒大哥我不会喝酒然后你是腔掉了是吧我跟你讲我就这样子、啊、我就靠这张脸走天下不然怎么样然后我认为那天就直接赚了3万块我当天就赚了3万块3小时赚了3万块我就觉得3万块已经很多了那是诈骗吧怎么样那酒店跟我骗啊客人跟我骗了、啊、他情歌情愿的怎么样有问题啊那你屁事啊你一个月赚3万块我当天赚3万刚刚还对他那么温柔被屌丝了这个男公关就是我们只是去消费嘛、嗯、去玩这样子那段我不知道他是个药头、嗯、那药头、嗯、那你也知道那时候就是那这里跟你一定可以聊得开对那喂喂对他就是看起来没有对见多视野广吗所以当然嘛一定会聊嘛那当然就是有电话就是会跟他聊电话、嗯、就通电话、嗯、你也知道通电话都要头手机被监听了、哦、你知道吗、哦、我也不知道被监听啊就有一天、半夜有一天我爸就叫我回家就回家的时候发现20个警察在我家里20个哎，外面停3台警车哦、啊、那当然我就被带走了嘛那我爸已经傻眼了那我当然我也傻眼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爸了我就这样在我们家活生生的上铐带走然后上铐之后呢你爸心脏也是很大颗然后那时候到大颗我爸认为我是超乖的小孩就我竟然给他弄一堆出你知道吗我到警察局的时候我就警察把我靠在那靠在那我看到下面的20个人都是我不认识的就全部的都是可能他那个消费者找到我看到那个男公关就嘻嘻哈哈坐在那好像事不关己一样哦他是、嗯、他没被靠、欸、他是最大条的人、欸、他是主事者他就嘻哈坐在那就这样子哦他真的很讨厌就好像就是真的好像就是哎、欸，我被你害到来这里结果你是什么态度、嗯、就带他的女朋友哇原来男公关你还有马子你才跟我说我跟你哦他就说哦你可是什么黑社会是吧黑社会是不是你是黑社会美人、欸、又认识你重点是我跟你讲我也没什么名、欸、我已经退出黑社会很久不需要这样消费我吧、嗯、我都已经酒店上班了你还想怎么样啊然后呢他那时候那个话我听到这句话我整个火就上来了竟然跟着警察说我是谁那明天新闻是报的我比他还大、哦、那我就不爽了我说对啦他就是要头我跟你我只等他我交他消费我就给他消费的怎么样我现在只等他我让自己判7年啦去啦他确实啊隔天他的报纸出来确实我的头比他大、哦、恭喜对啊但是至少我缓住一口气了嘛他既然要说我是谁让我这样被大家消费我不会让你好过直接让我7年进去、哦、哎呦、啊、后来真的去关了、啊、进去关了、啊、所以进关了、啊、活该嘛男公关有女朋友还出来卖啊还要骗我感情那我也我骗你感情不是我的感情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感情不是那个意思我感情
说你不能用这种方法来拿什么聊天，然后害我被抓进去，然后欺骗我跟你的友谊。对，友谊我怎么可能跟他有什么感情啊？